内外折弯工艺采用先进的数字化机械手控制技术，操作简单，容易上手。同时，该工艺具有高精度和稳定性，折弯角度及尺寸局限性小，适合多种小角度及小尺寸折弯。而且操作安全，可以精准地控制折弯角度和折弯深度，保证产品质量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，为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 而铜铝牌折弯机也是新能源行业中不可缺少的关键设备之一。